飞瀑漱松崖第四集。这一幅画呢的主题是前面两棵老松苍松枝芽交错，松树是很绿化的树种，松树的姿态有各种的形态，有直干、斜干、丛生、悬崖、旋转干，它几乎包括了所有你所能见到的树形，而且呢松树特殊的这个鳞状片跟松叶，还有这个坚韧不拔的这种树的这个精神，自古以来都是山水画或者是花鸟画里面常画的题材。松树也是长寿吉祥的树种，我们现在调淡墨来染松树的明暗，透过这个渲染明暗，表现它的立体感，而且渲染之后可以让松树的转折啊更加的凸显。染的时候我们都是先染最暗的，然后再来染次暗的地方。渲染的时候可以带一点干笔，一方面是增加树皮的粗糙感，老松的树皮都皲裂而成荒木状荒皮性的这个树皮，让松树更有苍松的感觉。历尽沧桑，在艰困的这个高山环境里，它的根盘啊，裸露的这个根紧紧抓着岩崖岩石，更显得它的这个坚强坚韧的生命力。色地干的地方大部分都是稍微染一下，保持它的白木状，色地干到最后树皮都脱落，只剩下坚硬的这个木质部，而且大部分会有一点接近白化的现象。松树是很坚强顽强的树种，种过盆栽的人都知道，这个松树只要上盆这个适应之后，它又耐旱，然后寿命又长，但是呢在移植的时候是最容易挂掉的时候，它是很顽强的树。
们一边插染一边穿插补这个之前画的不足，更增加它的这个荒皮的这个效果出来。树叶比较浓密的地方，我们也是一样的，用点染的方式处理，这样才会显现这个浓淡不同的层次。在点染的时候，是凭感觉、凭整体的需要来加强。我们要顾到整个墨色的协调、墨色分布的这个疏密的关系，还有整幅画的这个默契的连贯性。一整幅作品，我们要考虑的是笔墨线条这个协调性，还有就是这个整个墨色的这个安排跟协调，还有所画的树木之间、岩石之间的呼应跟协调。根部的地方要留亮，才能够凸显出来。松树的根可以深扎入岩石缝隙里，甚至由于松树根部在岩缝里面成长，最后把石头也裂开来，裂解石头。黄山就有一棵松树，也被称为裂石松。刚好整个石它长在整个大块石头的中间，然后整个石头被剥成两半，躺在它的两边。现在再来染这个岩壁。还有这个树丛，再来是瀑布，染了墨之后，不仅增加了立体感，而且让山石、树木等等增加的厚实感。一幅山水要表现的就是它的画面的呈现的那种气势，雄伟的气势，还有震撼人心的这个张力。那不只在笔墨呈现笔墨之美，而且也要表现出这个厚实感跟它的气势出来。
瀑布的两边都比较暗一点，因为水是往低处流，山凹的地方水才会流过来，然后变成瀑布。然后再看看整张，再来修饰跟强调。染墨是属于整理的功夫啊，一定要细心、有耐心的去处理，才能够把这些笔墨统合在画面。染墨干了之后，我们开始彩色。首先我们先用赭石来染松树的枝干。一般染色都是软色调先染，假如有点景人物啊、房子、船等等，这些都要先染。那目前这一幅画是没有这些，所以先染松树的枝干。我提倡要以色当墨，古人讲要以墨当色，意思就是说墨色要有层次。那以色当墨的意思就是说颜色也是要跟墨色一样的来处理，也是要有笔法笔触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黑色跟彩色都是一样，黑色也是属于颜色的一种。就像我们的这个宣纸，白色的宣纸，这个白色也是颜色的一种，就是紫色，紫的颜色。所以有些地方会留白，那也是显现白色出来。我们把赭石像墨色一样的处理松树的树皮，色地干的地方，为了跟松树的树干色彩协调，也是要用赭石勾染一下轮廓。
包括小枝颜色也要蓝。赭石是属于不透明的矿物性颜料，因此在染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要色不爱墨。染色也是收拾的功夫，收拾的功夫都要小心收拾，所以一定要细心耐心处理。画一幅作品本来就要花很多的时间。